飞，你是。你的野生同伴，不过大部分都是牛背鹿，小白鹿比较少一点。嗯，飞出去了，跟野生的同伴集合啦！哇，好溜啊！哇，飞那么高，好多麦积，好多麦积！哇！哇，他看到他的野生同伴了，兴奋的。感觉啊啊，要停树了。嗯，不停树，还在盘。要停树了，还没停，还没停，哇，飞了二人。这玩意儿他喜欢听书，那听书了，在这个树子里，你又起飞了，这家伙。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嘞？啊！你真漂亮！哇！你要回来吗？啊！哇！哈哈！哎，真漂亮！他看到他野生的同伴，他很兴奋，今天直接盘出去了。哇，这个多！抖毛，去吧。跟他们玩，你马上要免费了。好爱飞这家伙，动不动就盘，现在独立得很快，被你们称之为白眼狼。哇，跟着野的了。哇，混群去了，停在那边去了。这里来干啥嘞？还飞不飞？啊，不飞了。嗯，踩泥巴，抓鱼去了。来，他这样就是盯着，然后有东西他猛的一啄，本能。那学几天就会了，马上要独立了，快了，你这东西。然后他还会用脚，一只脚在那里猛地踩踩踩踩踩踩踩，点水就溅起水花，然后虫子就会起来。